猫能吃蛋白吗？赵一强，职业兽医师。猫作为一种肉食性动物，它们对蛋白质的要求是很高的，所以猫是可以吃蛋白食物的，比如说一些鸡胸肉、鱼肉、牛肉，这些食物猫都是可以吃的。但是要注意，鱼肉当中可能有一些鱼刺，通常建议最好在饲喂的时候把鱼刺挑干净，避免造成异物性的胃肠炎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猫咪的猫粮当中也添加了大量的蛋白质，来提供给猫咪的对蛋白质的营养需求，但是不建议主人给猫咪吃一些人类的蛋白制品，比如健身用的蛋白粉，这些是不建议给猫喂食的。此外，添加了大量调味料的加工熟食这一类的食物，也不建议长期给猫咪饲喂，避免激发一些疾病。